翠乐团清新迷幻的创作即将迷幻你的听觉。其实三拍的歌不好写，你们也蛮大胆，可以写出三拍的概念来改变，那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。还有那自己用一个那个谱卡哦，把自己的音符写进去，你们常常都有一些很小清新的那个大胆创举，也算是一种很好的概念。你会看到微笑容